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呢一期嘅极客奇谈。相信很多人看到是由我来测评这双欧文六，会有那么一点惊讶，也有那么一点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期节目实在是太过劲爆了。如果还没有看过上一期欧文五的球员版拆解以及对比的话，记得回去看一下，然后顺便再投个币。那回到这一边。上一集的内容实在是太过梦幻了，对吧？3万块钱的球员版了、我在上海的时候也试穿了一下，穿了15000吧，因为另外15000拿去拆解了，所以我上脚之后呢，就很明显的感觉到球员版的脚感与试售版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它给我的脚感更多的像是 Jordan 32以及33 SE 那种推背感。其实我自己也是非常惊讶，球员版的碳板居然是延伸到了前掌。不仅仅是在中底起到一个抗扭的作用，整个碳板又大又厚，并且还做出了异形的处理来配合前掌的 Zoom Turbo， 这就突然让我想起 Turbo 这个经常出现在跑车上的词真正的含义。其实我们所体验到的试售版的 Zoom Turbo 充其量就是块 Zoom Plus 而已，因为当时欧文5宣传的点更多的都是这块气垫的面积有多大多大，比以前提高了120%还是什么的，但是还是让我无法直接感受到 Turbo 到底在哪里。毕竟你后面出了这么多个形态的 Zoom Bag 是吧， Zoom Bag 快成为一个标配了啊，那你大的意义在哪里呢？当我真正看到了球员版的拆解，以及亲自上脚体验过那一只15000的球员版之后，我才敢确定球员版前面那一块大碳板，再配合上那一块大气垫，才配得上 Zoom Turbo 这个名号，才真正给人那种涡轮增压的感觉。那不负众望，欧文六果然也没有带来那一块大碳板，并且中底也没有添加任何抗扭片。所以接下来的话，就跟大家说一下这双鞋子到底怎么样。那这一次一切都需要从欧文六没有的这一块中底抗扭片开始说起，来谈一下它整个中底的配置。这里的话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身边的拆解件有限，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展示的东西与真正的欧文一代到五代他们的配置是有所出入的。我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比如说前掌有什么，后掌有什么，中底有什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前面4代的欧文系列是有中底抗扭片的，并且一个中底抗扭片还搭配了一个前掌气垫或者是一个后掌气垫，反正那一块小气垫放完前掌放后掌都有他自己的一套说辞。但是当欧文系列来到第五代第六代之后，耐克已经在市场上尝到了甜头，他发现非常多的年轻人或者说非常多的消费者都喜欢穿着欧文上去上场实战，那所以他决定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这个时候他就将气垫变成了一个值得去宣传的前掌大气垫，并且在上面做了非常多切割的处理，变成了所谓的 Zoom Turbo。 但是这个时候他发现中底配置超出了预算之外，因为它的定价并没有改变多少嘛，可能从最开始的849还是899，应该是899，升到现在的话依旧是999元的售价，所以它并没有太多的成本空间去进行更多的改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所以我猜测为了控制成本，他悄咪咪的将这一块肉眼看不见不出事我们也感受不到的中底抗扭片给拿掉了。那以上就是欧文系列中底配置的发展，我的自己一些看法。接下来的话，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牺牲掉这个中底抗扭片之后，欧文六的前掌表现到底怎么样，然后它的整体缓震如何。首先静态上脚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很明显感觉到前掌的气垫脚感非常澎湃，几乎只要用一点点力去踩就能感受到气垫的回馈。那后掌的话是说经过了一些升级的泡棉，就是还是翻拢了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觉得并没有说非常舒服至少是没有 Zoom Rise 的后掌来的舒服因为大家都知道 Zoom Rise 跟欧文6的后掌是一样的，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呢之前我有说过，在上脚这一双鞋子的时候，我甚至在怀疑的后掌是不是有气垫，因为它前后掌脚感的过渡真的是非常自然，后掌的话是相当的软弹，至少在一开始的话是这样子的。那这一次的话欧文6其实是要稍逊一点，它的后掌相比 Zoom Rise 要更加薄一点，要更加硬一点，整个前后掌的话高低差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前掌可能稍微高一点点，但是我整体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别。那在实战的时候，前掌带来的推动力是十足的，让我非常乐意起跳去封盖。只不过有些时候你跳得越高，对方就投得越准是吧，就像是拿了你的手去当瞄准镜一样。虽然整体灵活性比搭载了缓震版的32以及 Jordan 33 SE 要稍微差一点点，前掌的这一块大气垫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
不想跑跳的惰性，并且我认为它整体缓震是非常优秀的，尤其是前掌，我觉得前掌在落地的时候就已经抵消掉了大部分落地时产生的冲击力了。这里的话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在穿着 Open 6落地的时候几乎都是前掌着地，然后后跟几乎不落地，或者是后跟落地一下然后又恢复到垫着脚的一个状态。我也不确定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运动模式的改变，也有可能是我潜意识里面认为它前掌的缓震远远比它后掌缓震要好，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冲击力在前掌就已经能抵消掉，这都有可能的，我自己也没有非常确定是什么原因，所以只是分享给大家有这么一个现象，并且我也没有办法去判定这是一个好现象还是坏现象，但是友情提醒，落地的时候一定需要做很好的缓冲动作，包括你膝盖的一些弯曲啊或者什么的，大家应该也是看了我这种单脚落地的坏习惯看了很久了，一定要引以为戒，我自己的话也尽量去更改一下。最近也有粉丝跟我一直在讨论，我们落地的时候到底是前掌吸收的缓震多还是后掌吸收的缓震多，换句话说就是一双鞋子的前掌缓震重要点还是它的后掌缓震要重要点，这里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说一下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需要考虑非常非常多因素的问题，包括我们一些落地的模式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发力习惯等等，我也认为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吧，反正这个视频的话就不讲这么多了。那回到 Open 6上，它缓震的表现总结来说就是，对于我这种前掌发力比较多的人来说，缓震没有什么毛病，但是后掌的话就一般般了。如果你非常注重后掌的缓震，它可能比前座要稍微好一点，但是依旧不是一个优秀的水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一块不存在的中底抗扭片，也就是整双鞋子的抗扭到底怎么样。接下来的话我不确定会不会满屏都是劝退两个字啊。那这双鞋子的整体抗扭其实还是比较一般的，可能一开始还好一点，但是到了后期就是实战了几场之后呢，它有所下降了。整个抗扭的话，这个方面还好，这一种方向还好，但是它对折的话就是非常轻松了，而且是能折到一个非常夸张的地步，还是可以看得到是吧，中间的话几乎也是有所对折的。那它前掌弯曲点的话还算是正常啊，可能稍微偏后了一点点。关于抗扭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强调太多太多遍了，但是考虑到有可能是有朋友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所以这里的话我也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抗扭是个什么东西，它有什么好处，它有什么样的必要性。我尽量说通俗易懂一点啊，假如这一块单薄鞋垫代表着我们的脚或者是足底筋膜之类的都可以，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穿直接去打球的话，我们就会遭受到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力，比如说在蹬步的时候我们所受到的拉力，或者比如说在我们做变向时候产生的扭力都有可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脚就会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伤。但是当我们穿上一双比较普通一点的球鞋的时候，整个脚就有了一定的保护，我们就比刚才会稍微难一点去产生一些扭力以及对折或者是拉力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变得非常的困难了。那如果这颗球鞋再配上一块抗扭片，这个时候它在多个方向上的形变就变得更加难了，比之前更能保证我们脚掌的稳定性，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啊。再比如说当一个人的手出现了骨折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拿一块板将他的手给绑住，为的就是固定住手的位置，让他的骨头不发生多余的移动，然后达到尽快痊愈的效果。其实这都是同一个道理啊，有一个合格的抗扭片放在中底的话，就是防患于未然，当我们还没出现受伤的时候我们是什么都感觉不到的，但是万一哪一个动作非常不正常，或者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小毛病产生的时候，它就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的话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它内侧的这一块绑带啊，这一块橡胶的话是否起到一个中底抗扭片的作用。我先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它确确实实能够提供到一个类似于抗扭的效果，虽然它这一块东西看起来很软，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比如说一张薄薄的纸，当我们横着放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对折的，但是假如我们放对了方向，这个时候想要将它对折的话就是非常的困难。
至少它自己要发生非常夸张的形变才能达到对折的情况。所以同一个道理，欧文6中间这一块绑带确实也起到了一个抗扭的效果。那需要说明的是，至少我自己认为啊，中底抗扭是一定不止一个形式的。我们所见的最多的中底的抗扭片，也就是放置在鞋底中间的这一块抗扭片，只是一个最经典最对症下药的模式而已。如果没有中底这一块，那它还有什么形式呢？其实也是有的，比如这两双鞋子，昨天这一双詹石的精英啊，当时它中间就是没有抗扭片的，一个非常大的气垫本身就起到了一个抗扭的效果，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将它对折啊。然后它在其他方向上还做出了碳板的加固，所以整双鞋子的抗扭是哪个方向都好，都是非常非常到位的。那同样的，这双科九精英低帮的 ID 版本，这是我自己 ID 的，当时的话还是叫做 Nike ID 啊，不是 Nike by you。 那这双鞋子的碳板其实很有趣啊，它放置的形式跟詹石精英非常非常类似的，都是后跟两片，然后侧边有一片，但实际上它们的效果也有所不同。这一个中间这一块其实是比较容易对折的，看吧，这是容易很多。虽然它把弯折点限制在了一个前掌区域，但是其实它中间如果你要扭的话，你们会发现也是蛮简单的。只不过它在靠中间这个位置放置碳板的话，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抗扭一定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形式啊，无论你通过什么形式能够达到那个效果就可以了。只不过这一次欧文六代它所采用的小技巧并没有效果非常好。总的原因呢，我觉得一是因为这个橡胶并不是非常的硬，它仅仅就是一片比较软的橡胶而已啊。TPU 都不算。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外侧并没有相同的设计，它只能保证内侧这边有一定的难以形变的效果，但是它外侧这边的话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去保证。所以整体的抗扭啊，虽然我没有上脚实战过欧文五代，我可能云测评的话觉得它会稍微优秀一点点，但是依旧是没有达到过关的水平。尤其是后期啊，在经过几场实战之后，我相信它整体抗扭还会有下降的趋势。那在打球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去做一些非常大的对抗，那至少在它比较新的状态下，对我的保护还是比较足够的，整个鞋子不会说出现非常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但是讲到这里，还是希望想去购入它的朋友，自己好好斟酌一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始终是有那个风险在那里的。再跟大家分享多一件事，就是我在穿着它实战之后的第二天，我去健身房跑步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足弓有一定的疲劳感，就是有一点点酸胀的感觉。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去确定是因为前掌的气垫，还是说因为中底没有抗扭片才导致我这种轻微的疲劳感，只是很久都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好，那这些的话就是整个中底的表现了，接下来的话就跟大家说一下它外底的表现。首先这个外底的图案或者花纹呢，其实我自己是不那么欣赏的来的，可能会有朋友会比较喜欢，但是我还是希望它会更加简约一点，就是一个单色，或者说像是首发的黑白配色那样子，一个白色鞋底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地方的点缀，颜色上的点缀。那这一个的话据说是象征着上海的梧桐树啊，其实我自己是没怎么看得出来，那你们自己觉得呢，是迷彩呢还是梧桐树啊，可以说出你们自己的想法。整个鞋底的纹路保持了欧文系列一贯的风格，就是你一眼看上去就很容易分辨出这是一双欧文的鞋子。那效果的话，目前我在室内干净的场地以及室外有灰或者没有灰的油漆地都尝试过，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室内的话就不用说了，完全不会打滑，这也是应该有的水平啊。并且呢，它鞋身内侧上方的纹路确确实实也是有效果的，我相信是许多变相党的福音。那在稍微有点灰的没那么光滑的油漆地上面呢，表现就稍微差一点点了。虽然也能实战，但是呢能够感觉到在我启动的时候脚步会有一点点不利索，就非常容易出现那种偷步啊或者小碎步的情况，如果旁边有个裁判的话我可能会很惨了。那其实我偏头的那个场地是最滑的，就是那种有灰的并且地面已经非常光滑的油漆地了，它是没有翻新过的，前面几个场呢是翻新过的，所以整个偏头对于抓地力来说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啊。我不确定有没有当时看到就劝退的朋友已经关掉了视频，如果你还留到了现在的话，这里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你可能就跟这双鞋子没有什么缘分了。至少在目前来说，欧文6的抓地力是属于中上的水平，而至于他能不能到达优秀的水准，还需要在长赛中再去观察一下。我也会换一些场地去感受一下他的抓地力。最后鞋面的表现，先说一下鞋子的包裹性啊。我这次呢是买回来自己的44码，就是一直穿的码数。那穿着过之后，我觉得欧文6的包裹性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尤其是前掌第二个鞋带口这个位置稍微会有那么一点点紧，但是呢你通过放松鞋带就会得到一定的改善啊。需要提的一点就是这个固定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帮助啊，它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包裹性上的提升，最多最多就是带来一些支撑以及锁定的作用。我贴上它跟没贴上它包裹性是差不多的。这里的话要提醒脚宽以及脚胖的朋友啊，你有可能不太适合这双鞋子啊，因为连我这种正常足弓脚背不高然后偏瘦的脚型都感觉到整个鞋子的包裹性非常 OK， 那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过了。那实战中当我做一些后撤步的时候，整个鞋面是非常稳定的，并不会出现任何脚离开鞋底的情况，所以即便是我做大力的后撤都是没有问题。那看到这个固定带，我又想起了上一双我认为还比较优秀的魔术贴的鞋子啊，就是这双保罗11代。它的魔术贴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效果非常好，在原本就已经不差的包裹性上增添了一份保障啊。但是呢，一个优秀的魔术贴呢，还必须考验一下它的耐用性，这个魔术贴就非常可惜了啊。至今的话，其实这个是非常容易去修的，但是我目前还没有空去修，也没有特地去买那个什么树脂去粘一下，所以就一直没有再穿过了。这个的话就是贴得太紧了，然后在我撕的时候就撕开了。回到欧文6这边啊，欧文6的魔术贴或者是这个固定带在比赛中没有一次是崩开来的啊，也就是我没有出现过再去调整的状态。至少在目前我认为它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质量比较好的魔术贴了。那这个绑带上的话，其实内侧两只鞋子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写着上海两个字，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上海弄堂的砖瓦房，代表的是它的砖瓦房啊，所以都是体现了上海的一些元素。很可惜啊，这一次的话北上广都有啊，就是没有深圳，因为欧文还没有来过深圳吧，可能是。那鞋头内侧这边还有做一个非常坚固的加固层啊，很明显能够起到保护你脚趾的作用，这个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给力的，是比较硬的对于加固层来说。然后两只脚上面都有一些星座的图案，对应着旁边的名字啊，就是欧文的母亲以及他的女儿所生日代表的星座啊，这些都是一直以来保留着的细节了。然后后跟鞋帮就是整双鞋子最酷炫的部分了，是吧？最抢眼的地方了。它大概有三层了，外面这一层的话是耐克的 logo， 那在下面层的话是代表了权势之眼的图案。这个眼睛的话看起来有点不舒服啊，但是让我更多的想起了火影忍者里面的佩恩的那个轮回眼。我不知道在看这个视频的有没有人知道，可能我这个年纪的人还是知道的。然后在最里面那层的话就是北京弄堂的一些照片了，看起来反正是非常酷炫的，但实际上有那么一点点抽象啊，你不去仔细盯着看的话，你甚至看不出它到底在画些什么东西。至少如果不让我拿在手上把玩的话，其实我是不太看得出里面它代表是什么的。那整个鞋帮的高度就是非常标准的高帮鞋了，这次的话绝对不是伪高帮啊，是真正的高帮鞋。但是呢，它最上面这一圈啊并没有死死的贴住你的脚踝，不会带来过分的舒服感。而当我有一次在比赛中踩到别人的脚的时候，这个鞋帮呢还是稍微给了我那么一点点保护的。之后的一些配色其实它会采用不一样的材料，就是至少表面这一层是不一样的材料，比如说黑白那双的话就是皮革的材料。那到底到时候大货版的效果是更好还是更坏，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差别应该不会太大，所以大家就看自己的外观上的喜好就好了。那后跟乳白色这个 TPU 呢是什么法蒂玛之手，就是那个图案。然后它其实并没有看上去这么厚实这么硬朗，它是比较软的，就是你用力的话就还是能摁进去的。目前来说的话，我认为它的后跟支撑性还是比较到位，并没有说因为它用的是稍微软一点点的橡胶而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效果，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的。重量方面就不那么给力了，单只44码重量达到了460克左右，是一双比较重的鞋子了，并且再加上它是高帮，让我在比赛中有那么一点点负重感。至少对比前面几双我穿的鞋子，比如说Jordan 34，比如说哈登4，
比如说库里替代要显得没那么灵活，这个对比差异还是挺明显的，反正也还挺矛盾的。你比较难想象到就是欧文这种变相大师的鞋子，可能对于他来说更重要的就是节奏以及一些变相的动作。那耐用性方面的话有待观察，整体的话我比较注重于他之后的抗扭会下降多少，然后再一者就是他的魔术贴够不够耐用，后期会不会出现崩开的情况，这些的话都是我会重点去考察的地方。那其他方面的话应该不用太担心。好，整双鞋子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了。这次的发售形式也是非常的新奇啊，首发的黑白配色呢还没有上架，一大堆城市限定配色反而先发售了，并且都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色，就是没有一些非常简约的配色让我去选择。那这双上海配色的话，我觉得整体颜值还是比较过关的。那当时如果没有原价抽到这双鞋子，然后你现在还想入手的话，一定要冷静，等等等，不要屈服，它之后一定会出现好的配色以及好的价格。当你们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Nike by You 其实已经上线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自己随便做的一个配色，虽然没有说非常华丽，但是我觉得是比较低调奢华的。反正如果你不服的话，你就自己上去玩一玩是吧。我相信你们应该会非常希望将这个鞋子配成椰子的配色，所以赶紧去玩一下吧。那说到 Nike by You 这个东西呢，其实我就更希望耐克去做出一些比较良心的东西，比如让一双鞋子的配置也能个性化定制。就拿这一双欧文的鞋子来说，请他务必将中底这一块小抗流片作为最低的标准配置，然后呢还可以做出一些非常高端的选项，比如说让我们可以在前掌添加一块大碳板，让他的脚感能够接近欧文自己本人穿着的鞋款的脚感。因为反正我自己上脚过一次之后，我是非常喜欢那个弹射感的，我也非常非常期待日后真的有机会去购买到如此高配置的球星签名鞋，而不是说我花了钱之后呢，你居然还给我偷偷摸摸的把这个给剪掉，把那个给剪掉，这是让人比较寒心的。再比如说在网上买一些电脑的时候，它都会给你一些非常高的配置去选择，虽然其实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没有那么专业，根本用不着那些配置，但至少它官方品牌是提供了给你这么一个选项，我们可以不需要，但是你可以提供一下，总归是好的。那这双鞋子的发售价依然是999元， Nike by You 的话是1099，但是那个并没有带来任何配置上的加成。所以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鞋面每一代都在变化，每一代都在做出更加复杂的结构来提高它实战的性能，我们也能看到它的中底配置终于变高了，但是它却偷偷的将这块最重要的中底抗流片给抽走了。那最后我只能说，脚感是好的，风险也是有的，决定权依旧在你们手上，但我自己认为健康还是比较重要的，万一有个万一呢，对吧。那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观看，希望下一次欧文7能给我们带来这个，拜拜。